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拥有并开发一座私人岛屿，不仅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足够的毅力和耐心。本期分享一座开发风险相对较低且收益有一定保障的私人岛屿，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Grand Scrub。 Grand Scrub 是一座占地230英亩的大型热带岛屿，离托尔托拉主岛非常近。你可以先乘坐飞机到牛肉岛国际机场，再乘坐5分钟的免费渡轮便可到达该岛。岛上还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坪可供使用。 Grand Scrub 通过一个小地峡与 Little Scrub 相连。20年前的 Scrub Island 除了灌木丛之外什么都没有，但现在 Little Scrub 已经被开发成豪华的度假胜地，为全球旅客提供5星级设施、个性化服务和独特的海岛体验。Little Scrub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通过海底电缆为岛上供电，并安装了一个海水淡化厂来供应淡水。这里还建有世界级的水疗中心，拥有60个滑道的码头、4家精致的餐厅和酒吧、天然石材建造的圆形剧场和令人惊叹的天文台。豪华别墅也有众多类型可供选择，非常适合家庭、婚礼和特殊活动。该岛提供了一个远离世界的全新体验，开发潜力巨大。即使已经有 Little Scrub 的成功开发范例，你还有大量的机会来发现和探索新创意，包括岛屿的自然美景、新的水上运动、水疗服务或美食等。此外，选择加入万豪 Autograph Collection 酒店租赁计划的 Scrub Island 房地产投资者已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馈。由此可推测， Grand Scrub 的发展及投资前景也很可观。目前该岛的所有者决定将 Grand Scrub 整个出售，因此幸运的新开发商将从现有业主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中受益匪浅。除了可供两个岛屿共同使用的海底电缆和海水淡化厂之外，Little Scrub 上还建造了一个全面服务的高档码头、一个服务区和配套的泊船坡道。岛上已建成的餐厅、酒吧和住宿都可以供 Grand Scrub 的开发商使用，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你的开发成本及风险。由于地貌相似， Grand Scrub 也可以参考 Steel Point Peninsula 的几座别墅进行建筑开发。此外，Grand Scrub 还被分割成不同的地块，可供你进行后期开发和招募联合开发商。该岛为永久产权，目前售价为350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